让少游戏热爱生活。大家好，我是强哥。大家好，我是温柔。欢迎你们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。感谢小伙伴们的收看。好嘞，我们今天的话来玩大鱼吃小鱼，准备好了吗？好啦，准备好了。哎呦，我都凉了。开始哦，开始。我变成一条小鱼了。真的鱼？我没有，完了，在游泳的过程当中怎么凉了？我又被追了，我又被吃掉了，我怎么一直在被吃？完了，我又被吃掉了。先要吃小鱼，再吃大鱼。哇，吃鱼它可以长血量，长血量。啊，这个大鱼追着我，我的天！我先吃灯笼鱼，再吃大鱼，千万不要撞到大鱼了啊！上龙多少血？500血，不能碰。刘姐，我看到你了。Hello， 不要吃我哦。我也不要吃你哦，你也不要吃我哟。他们两个大鱼追着我，我只有这么小，怎么办？这太难吃起来了。我吃。哇，我快吃到200血了，吃到200血。啊！我被咬了。150血，160、165、167。小姐，你凉了没？完了，我凉了。你凉了就没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快点吃起来，不然别人就会欺负你了。终于有人被吃掉了。怎么这么大？若琪，别过来！哇，他是什么东西？他为什么能放技能？他追着我！你怎么被干掉了？他是一个 boss！我200血，差一点点！我的天哪，我们怎么都这么小？我看，这龙 boss 在追我，一直在追我！我的天哪，好难受啊！这 boss 一直在追我，为什么他要追我？根本吃不起来呀！我200血了！我200血了！我怎么变身了？刘姐姐，你要被我干掉了！我可以吃200血了。你怎么变成人啦？我也不知道，这应该是那个 buff 时间到了。完了，我为什么傻姑他能把我干掉？我200血还是没变，你们应该是碰到了吧？刘姐姐，我来吃你了！刘姐姐，我来吃你了！你怎么这么大？想跑？不是这样。你也200血了，我操！我也变了。怎么这么多大鱼啊？大鱼太多了。我要吃鲨鱼了，现在可以吃鲨鱼了。我怎么变成真身了嘞？对，时间太久了，就变真身了。把这个200血吃掉。好，可以了，我300血了，我可以吃鲨鱼了，我也能吃鲨鱼了。那证明你还是吃了点鱼吗？你还过来跟我闹？不行吗？我不是鲨鱼吗？我吃不了你啊！我血量比你多呀。小姐姐，我又看到你了，别来！你怕不怕？怕不怕我？怕！怕我就算了。怕你！鲨鱼吃掉，380血。龙 boss 太难吃了。我被他！你被 buff 追了是不是？好强哥！我怎么把你给咬掉了？你自己你落井下石，你自己从我边上绕过去的，不能怪我。我的天哪！我什么时候才能变成一个大鱼？是不是？有只 boss 在追我！快跑！那边还有渔夫，你看，上龙一直在追，渔夫那边咱们不能去啊！战狼，灯笼鱼随便吃，我要多吃几头鲨鱼。这鱼会刷新不？会啊。470血，我马上就可以吃上龙了。
差一点点吃上了，加油！475，到时候我保护你。好。490。你真的是保护我吗？你不咬我都是好的。保护你，保护你。哎，我变大龙了！大姑，我要咬你！啊，我被 boss 追了，你能救救我吗？啊，傻姑咬不过他呀，傻姑那么大呀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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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不是好多啊。哦 ，boss。是。哦，龙追着我，大龙追着我。是龙木太大了。傻姑，我要一定要咬他一口。咬傻姑咬不过他。咬不过傻姑。啊！我被鱼追了，我被大鱼追了，抢我。你别叫我，我现在也打不过他们。他们怎么这么大了？是不是河里的鱼都被他们吃光了？上龙，800血，哦，我马上1000血了。烦死了，我又小了，又变成小鱼了。你又变成小小鱼？不可能吧？不会变成小小鱼的，他血量不会丢。哦，血量不会丢，那还好。那这样子我就不怕了。我吃。啊！我吃掉了一个大的。抢过。哎，怎么是你呀？我都不是故意吃的你的，我跟你讲。我真不是故意的，你在我前面，突然就在我前面了。哇，这后面跟这么多 boss， 我后面怎么跟这么多 boss？ 说好的保护我呢？我真的不知道你在哪里。我现在1200血，我要吃上龙。上龙吃一口，其实吃人还没什么，吃自己人还没什么都要加的。我要变成人形了。我们要打到后面吃苍龙。我吃。谁在追我啊？1400血了，我马上变大了。1400血了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因为你都在吃鲨鱼是吗？哦，没有啊，我在吃上龙。没有，你变成什么鱼就要吃什么鱼。哇，我后面跟好多大龙啊！你现在已经成了上龙了是吗？对啊，我现在是上龙的另一个级别了。你看楼人，你看我后面跟多少鱼？1600了。你看我后面跟多少个 boss？ 哦，你人呢？我在我这里也是。哎，这怎么有一个？完了，我凉了。哦，变成鳄鱼了。啊，甜瓜，我看到你了，你好大啊！我会吃鳄鱼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看到了。我要开始吃苍龙了。我变成苍龙了。吃苍龙，2000血。吃苍龙长这么多呀？我现在只吃不了神龙。有没有什么是加速可以加速游的？没有。我吃。我吃不到了。呜、哦！傻姑，我要把傻姑给吃掉算了，吃不掉他。我吃苍龙，把苍龙都吃掉。你多大了？你多少血了，热姐？你告诉我。我还是第二级的鱼。多少血？470。470。嗯。那渔夫能吃吗？哎呦，渔夫。渔夫也可以吃，要150血。哦，渔夫能吃。好、啊，鱼太少了，这池塘里的鱼太少了，现在已经。我是3级鱼了。你3级鱼了？
哦，我可以吃上龙了，开心！啊，我能吃，我能吃苍龙，我能吃。你能吃那个最大的了吗？啊、对。哇，我的天哪！保护我！是不是？我是不是变成那条龙了？你是吗？哦，不是，我不是。这是什么龙啊？我已经变成那个颜色了，为什么不能吃、啊？我被傻姑追了，傻姑追我！傻姑在追你吗？傻姑在追我！傻姑在追你，我来咬他。傻姑在哪？他咬到我了，讨厌！没多少鱼了，池子里面。对啊，没多少鱼了。我能吃泰坦、泰克。哦，能吃泰克苍龙。我现在655了，我是一个大鱼了。我什么都能吃了，柔姐姐，谁打你？你跟我说。傻姑。傻姑是吧？好，傻姑在哪？我找他去。傻姑是吧？你傻姑没有咬死了？他们都吃我。你看我多大、啊？我的天哪！看到我没有？我有18000滴血了，14滴血都被我咬了。我觉得我得自杀一次。傻姑，我要追着傻姑咬，还是他欺负我是吧？傻姑你别跑，傻姑别跑，跑！我看你跑哪去？我看你跑哪去？看你跑哪去？看你跑哪去？想跑？期限时输入变，没用啊！变。变没用啊！傻姑在哪？我看到他了。傻姑欺负柔姐姐是吧？嗯。欺负他。又被我咬死了。你看。你们还可以吐泡泡吗？他们还可以吐泡泡啊！可以打我。还可以吐泡泡。我怎么都没有这个技能啊？什么暗夜战狼咬他？暗夜战狼是吧？看到了。是的，咬他，他把我击飞上天了。他凉了。他凉了，他被别人咬了。这塘里已经没大鱼了。我现在是无敌的。猥琐发育，不要浪。可以打我，他这个暗月战狼讨厌。他是不是买道具了？应该是，不知道。他咬你是吧？我来，你跑啊，往哪跑？暗月战狼。哎呀，输入变没用啊。好了，咱们今天的话也差不多了吧？好吧。好。好了，那么的话，咱们今天的迷你世界大鱼吃小鱼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，拜拜。